要跟这个大姐去干活了。是往里面吹啊？哎呀，不怎么感觉，在外边也不凉快啊。我这样感觉你像个老爷们儿。你快点上，可烦人，没时间了。这个棚子，他让我给他拆开。不是，我想说你来干活还化个妆干啥？那我指定嘛得防晒呀、啊，那干活防晒也得。防晒我有，你要不？我现在来抹点。我再抹点，我刚出来时候抹。我都会抹了。夏天我容易出汗。然后再说一会儿我还得戴手套。你说我武装这么严实，我往哪儿抹？你瞅你哪像干活的样，活还一点没干呢，过来先涂个防晒。你看你，画个腮红，还化妆。那我早上我是扮演一个母亲的角色，我得去送娃。那帮女的，日本女的画的都，他们挺画哈。对啊，人家都画的好好的，我搁那块儿。我就那个夏天我不太想画，春秋冬冬这三季喜欢画，夏天不太想画。夏天觉得，抹匀了没有？抹均匀了吗？还行。漂亮不？没人看你。他干活去怎么？你赶紧。来手上，一会儿热了，现在还好，不怎么热。去吧。今天他想把这边这个小车库给拆了，但是他一个人不方便，我跟他来搭把手。快走吧，走吧。就放这儿啊？我还以为你要拆这个小房子呢。能顶啥用？滚犊子！他这个车库为啥不要啊？不好停啊！啊！你看我这 K 都不好停了。是。他应该也是 K， 就是太不好停。那、啊、你那上面给他留着呗，下面撤掉、拆掉。哦，腾空了。你这个脑残！葡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的像野生葡萄。我们俩今天要干的事儿，把这个车库给拆了。哎，我下去吧，我下去好像干点活，上那边去。我到车里去啊，你自己小心点儿。那脚千万别注意，别滑了。往顶上爬了，这算啥呀？我这么帅的姿势，给我拍好看点。都不知道是不是你了，武装的，你小心点啊！姐妹们，我中暑了，看脖子下面用的这个冰枕。我朋友还在那里干一会儿，哎呀，这大夏天呢，在外面干活的一定要注意了。哎，我现在就想到我像我爸他们那种农民工，夏天真的是拿命在干活啊。哇，我一会儿再鱼影子。对啊，吓死你！要不行，你赶紧跟我说，我都怕了。你脸都红了，你没事吗？没事。两个女侠，你们看，把这个都拆的差不多了。现在我们要走了，因为太热了。去搞点吃的。姐妹儿，咱俩别吃饭了呗，就买个西瓜抱着啃就得了。我看看。行吧。嗯。哎呀妈
妈呀，跟那麻布晚上铺上了是吗？我就寻思那沙发再过几年。你不要拍我家，我家这么乱，你拍我家。我现在就拍着你，啥也没拍着。怎么了？赶紧走。到了，孩子。朋友家的孩子现在是进了那个幼儿园，但是呢这边幼儿园也是暑假也是可以选择送学校的，小朋友们在学校还是比较开心，所以他也给送了，现在过来接他。你们带呢？我害怕那个机器人，这扫地的机器人啊。 嗯你们看啊，我跟我朋友一起干活，结果就给我吃一个奥尼给里。你说不要的好不好，我说吃寿司你还不干。不要。哈拿我几个我把上面一个一个带呢。这林家的阿祖宝呢，米娜米的阿祖宝呢。他想去。你这也太好拐了。说两句就给我拐。因为我们家有跟他大小，我家啥没有，他指定不带去的。嗯。那我把上玩了一对啊，带了都是农他们家。悪いじゃないからね。ありがとうね。快过来吃西瓜。哇，还行，还行啊。买的好多籽，但是这皮有点那个，好像我没挑好。佳佳，佳佳，佳佳，妈妈过来。哇，西瓜！它会自己咬，还是会那个？你要给它切块啊？它是那种贴一坨坨的，好吃是好吃的，嗯，怎么一点都不凉了？你看冰箱，咱放了，放了一个半小时，放这么久一点都不凉。哎呀，少吃点凉的还行啊。你给孩子拿个碗呢，拿碗干啥？拿碗接着，他有的时候他走动都弄一点都是水的。看起来この黒いの食べれんからね。但其实呢也没事哈，说实话。肚子里长西瓜怎么办？滚犊子！好吃吗？おいしい。他买了一个大西瓜让我去挑的，结果我自己没挑好。我想吃，我还说他屁股小，说他甜。爸爸上班啊。爸爸今我起的弄我起的。爸爸在上班。我在上班。在上班啊。你可以跟阿姨说声谢谢，谢谢阿姨。谢谢阿姨。西瓜好吃。西瓜好吃啊。米娜吗？嗯，你。谢谢阿姨。谢谢。西瓜好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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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朋友家带回来的西瓜，两个孩子刚接回来，开始啃了。